我不像他们有那么多心里话潜台词，我想说的平日里都说了，说我心狠手辣害死了贾瑞。像他这样的禽兽，让他死在我的手里，他不知道我的厉害，还说我勾结官府贪赃枉法。要不是我一直维持宫里的关系，能有你们的安生日子？说我昧了林黛玉的钱，没错，是我昧的。他都养在我们贾府了，收他点钱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种子。你们知道大观园一天开销有多少吗？就那么一丁点的俸禄银子能养活得起？再说了，这钱给他，他也花不出去呀。你们结海棠诗社，赏菊吃螃蟹，烤鹿肉对诗，那